最近我有个特别奇怪的癖好，就是越大的东西我越喜欢，所以这次来做个大一点的东西好了，先做出一把木斧，再把它做大一点的话不就好了吗？也太大了吧。 Hello 大家好，我吓哇吓到我了，不能乱蹲。哇哈哈哈哈，没想到会爆炸啊！哇塞，木头也太多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今天来到一个能够制作出最强的巨型工具世界生存。今天这个世界的所有巨型工具都有特殊的能力，而且那些能力呢，还都是可以让我生存变得超轻松的。像是刚才不是树会爆炸吗？哇塞，这树还可以把马杀掉是怎样啊？就是像这种感觉，我如果蹲下的时候可以召唤出一棵超大的树往外面飞出去。那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啊，我好像丢出了一个斧头吗？对对，丢出了一把回旋斧哦，然后飞出去之后会把击中的怪物给打伤的感觉。才第一把木斧头而已就这么强了，而且好像不太会坏哎。啊，不过挖东西好像速度不太适合当斧头用。不过不用担心哦，因为刚才这棵大树吗？不对，是这个。这个东西就能够把木头给挖掉了。等一下，怎么好像把木头直接挖不见了？这还叫斧头吗？至于我今天在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击杀中介龙。那除了击杀中介龙之外，在这个路上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这个世界随时会出现突变怪物哦，所以今天的生存难度可能也不会那么简单就是了啦。再来，这里有一座村庄我身上食物啊不够，所以我来采一个干草捆好了，应该用这把木斧头这样子炸开地面就可以拿到石头了吧。哦，有了，我看到了，这样就能挖到石头了，这样就能够做个石锄，然后搜一下今天的食物了，再来做个石斧用好了。不然有点不方便哦，这东西。然后那边有一只铁巨人，这把木斧头的伤害，哇，伤害有10哎，可是攻击速度好像很慢的样子吗？我来试一下打一下的伤害哦。嘿 ,16.5, 嘿哦 ,16.5, 伤害很高哎。再一下嘿一下结束，哇，巨型斧头的威力不简单哎。OK, 那这样拿到铁锭之后，再来就制作一把铁镐吧。再来我需要的是大量的铁锭，等一下我要把我的铁镐给做成巨大化的，所以可能要下去挖个矿了对吧。找到了，这里有一个大洞窟，那就从这个地方下去吧。这边有一些煤炭，那先挖个煤炭之后，再来就收集个铁矿。哇，前面有一只怪物哎。我想一下哦，吃我的斧头，飞斧。哇，这飞斧超强哎！哇，两下就可以杀掉一只怪物了。哇塞，我看到前面有变种怪物了，到处都是突变怪物。那边弓箭手，那边僵尸，这边苦力怕。哦，不见了啊，又不见了。距离太远的话会自己消失的样子。那好像不用太担心了。不对，什么不用太担心啊？好像有点太危险了，这世界啊，那边又有苦力怕了。哎呦，他们的视野距离不是说很近的感觉哈。总之，再挖个铁矿 ，OK。那先这样子，我的铁矿有36块之后，再来我就直接先把他们全部烧掉吧。我竟然没挖到石头哎。好的，那我的铁烧完之后，再来就是做个4个铁方块，然后把我的铁镐给放在中间，这样合成就能够做出一把巨型铁镐，有个大的，插到我的肩子里面呢。哇哇塞，好大哦！怎么跟木斧的巨大程度有点不一样啊？这才是我要的。那再来就是这个地方，我会慢慢往下掉，而且好多钻石哦。我的缓降有好几秒哎。OK， 就是像这种感。这个树的伤害也太高了吧？搞什么鬼啊？我换个地方好了，这个地方直接往下挖，嘿，这样子吗？有了，那这样子就可以一次搞，然后挖到好像有100层，是不是啊？依照我的数学程度来算的话，一次好像挖了大概100层吧。哇，等一下啊啊，要死了！这个超强的，哎呀，打不到！哇！我的武器还没办法挑战这些突变怪物。等一下。我只是想要挖个矿物而已，怎么一直遇到困难啊？反正我再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先用这个铁镐挖个全套的钻石装备出来吧。然后我也想要来做个武器用的，先像这样子往下挖再说。那另外我也有一个效果，就是可以像这样子丢出一个会飞行的铁镐，
然后他会帮我往下挖，啊，我直接破坏的话就是正下方直直往下挖的感觉，好多垃圾哦，天哪！总之我再往下挖一次吧，这样子还是比较轻松一点，我觉得。然后捡个钻石，哇，欸，已经到基岩层了，这么快！啊，我的钻石是不是被冲下去了？啊啊 啊， 啊！被当垃圾冲了。不过没关系哦，在这个层数的话，我只要用，好危险！用这一把巨型铁镐往前丢一下就好了，虽然很累格哦，超级累格。再一次，喂，用这种方式收集钻石的话，一下就可以收集到一组了吧？我猜。哦，好累格，好累格，啊啊，快受不了了！我先捡个碎石起来。有了，有了，那这样子我的钻石应该已经快要一组了。剩下墙壁上的就不理它了啦。反正我现在做个全套的钻石装备出来再说，帽子、上衣、裤子、鞋子，全套钻石装备完成。再来要做的事情是一把钻石剑，那我再加上四个钻石方块好像还不够哎，整个地下都是我的提款机，一挖就有了。那这样做个四个钻石方块出来，再来把我的钻石剑给合成，就可以做出一把巨型钻石剑，也太大了吧。赛只是慢慢往上升的感觉吗？那中间还有一些东西是我还没做的，哇哇，像我这种等级的男人都有这么大的。那这一把武器的功能是我可以像这样子发射出钻石剑三把，远距离攻击的。只不过我，哦，打得到了那边那个，不要射到我，哇，我跳过来了，好危险。只不过好像打不太到这些突变怪物就是了。为什么他突然跑过去打他，浩克？好像没有我的事嘞，哇！那我在旁边稍微等一下战利品好了，我想要一些剑石。不对，我需要弓箭，不是剑石。啊！被浩克叫了一下，上来，浩克，浩克你行吗 ？OK， 看一下哦，骷髅弓箭手拿近战在攻击，没剑石了吗？再来，最后两下，有了，有了，有了，我来。OK， 然后这骷髅好像没有掉任何东西，干什么干什么？难道打最后一下尾刀是不能被原谅的吗？好痛哦！我的钻石剑呢是没办法打突变怪物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刚才第一下攻击到了突变骷髅啊。那这把巨型钻石剑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好像能够像这样子骑乘钻石剑。我真的是骑在钻石剑上面。然后那把钻石剑好像会飞30秒左右吗？我也不晓得哦，撞到的怪物好像都会被他杀掉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两个功能哦。还有他的伤害是16，玉髓剑的伤害是9的样子，所以这把武器的伤害是玉髓剑的两倍哦。哦，一刀就杀掉一只怪嘞，哇，好猛哦，哈哈哈，看起来超强的吧？如果用这把近战攻击打刚才的那些突变怪物的话，是打得赢的哦。再来是那里有一个废弃矿坑，我想要进去那废弃矿坑里面，然后挖个蜘蛛丝。我需要一些线来用哦。啊，等一下，不要这样子，借我过一下，浩克，浩克，走开，走开，我好痛，他打我一下半条血。啊哈哈，你们自己玩。接着就是在这个废弃矿坑收集一下蜘蛛线的线吧。好，我找到一坨蜘蛛丝了，那我就从这个地方这样子，呼，挖下去，就可以拿到超多蜘蛛丝了吧？啊，好累个，好累个，瞄准不到，呼，哇，这样就有满满的线了。我需要做五把弓的关系，所以需要15根线。接着先回去地表吧，像这样子往上挖之后，再做钻石剑。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回去地表了，哦，好方便哦。只是我要怎么下去啊？等一下哦，我想一下，我没有水桶。完了完了啊！一碰床啊！哈哈哈哈哈！我怎么一直死啊？今天再来就可以做五把弓了，嘿，然后把我的五把弓都给放上去之后，就能够做出一把巨大弓了。那这把巨大弓是我今天主要的攻击手段，所以先试一下哦。对对对，可以像这种感觉，连续发射箭矢哦，我会一直喷一直喷呢。然后好像还能射出弓箭的样子。哦，对，这个弓箭会爆炸，哦，哇，超危险，爆炸箭，哇，超级爽哎，这个 ，OK。
有这个爆炸效果之后呢，等一下遇到突变怪物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再来下一件事情，我想要来交换绿宝石，所以先做一些制建台。接着我的斧头不是可以生出很多的木材吗？所以我先用这个方式来多制造一些木材，再来把制建台给放在这个地方之后，再把我的木材给做成木棒，就可以大量交易绿宝石用了。OK， 哇，这世界钱真好赚。我总共需要37颗，再一颗就够了。有了，这样就有了37颗的绿宝石。再来做个4个绿宝石方块之后呢，把我的绿宝石像这样子放，就能够做出一颗巨大绿宝石，也太大颗了吧。哈哈哈哈，哇哦，这绿宝石直接塞满我的格子哎。接着就是试一下这个巨型绿宝石的能力哦，超级大颗哎。两位，这就是用你们的钱做出来的绿宝石哦，接好火！哇哇，是雷射哎！死在绿宝石光线下，这些村民也很高兴吧？那这个伤害有多高啊？啊，20D 的样子哎，而且好像还能够穿透方块的样子吗？我来试试看哦。喂，有了，哇，超级猛哎！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哦。哦，有金苹果哎！等一下，这个物品大到有点难用我的空间呢，背包好挤哦。那我先捡一些金苹果起来，再来多下一些流星，看一下有什么食物好了。哇，接好了，村民们！哇，哦，然后这里有中介珍珠哎，漂亮漂亮，原来这里面还会有中介珍珠哦。哎，看好了，那边，转头你会发现惊喜。怎么这么冷静啊 ？OK， 最后一件防具，钻石库爆炸保护4，好像还不错哎。目前的防具长这样子哦，有两个爆炸保护，这样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苦力炮给炸死了。而且我的黑曜石也很多了，所以接着我看一下哦，这什么东西？这样子，拿我的黑曜石去地狱吧。来了，我们必须更深入一点。再来，我必须要拿着中介珍珠，我觉得。然后像这样子，骑着我的钻石剑飞出去，这样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死掉了。等一下要下去的时候丢中介珍珠就好。然后用这个方式找一下黑石堡垒以及地狱堡垒吧。啊，完了，啊，超痛。哦，我找到地狱堡垒了 ，OK， 那就直接下去吧。然后地狱堡垒的话，要打的东西就只有烈焰杆，找到了，神怪穿，那就用我的绿宝石好了。哇塞，直接秒杀哎！啊，只是绿宝石的攻击速度好像不是可以连续发射的。总之就像这个方式去收集烈焰杆吧。嗯，那钻石剑伤害呢？我还没试过哎。哎，我看一下哦。哇，一次把3只怪物都打掉了。好猛哦！然后等烈焰神的期间，我顺便来收集一些中介珍珠好了。哦，好漂亮哦！这里真的是地狱吗？全部都是绿宝石哎，超美的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把绿宝石伤害也不简单哎。这绿宝石拿起来的伤害跟钻石剑一样哎，超好笑。OK， 烈焰杆目前已经8根了，再来就可以。哦，不对，要去找一下黑石堡垒，拿个黄金哦。按错了，按错了，等一下，飞起来，飞起来，超恐怖。哦，我看到了黑石堡垒，那就直接飞过去吧。然后要找一下黄金，真的超痛的。哎，有了，有了，有了。找到了黄金在这边来了，那这个黄金挖完之后，再来用这些黄金4个把金苹果给围住，就可以做出一个巨型金苹果。等一下，这巨型金苹果是里面最大的，超级大，好塞哦！哇哇，这到底怎么用单手拿住的、啊？再来先吃一下这个东西好了，我吃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啊，吃掉了。然后我身上的状态有好多哦，而且我的血量超多哎。目前哇哦，所有的状态吗？抗性有2，我看到了，抗性2，所以可以减40%的伤害。然后力量2，哇，30分钟啊！这金苹果的效果有30分钟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这边的黄金都给挖走哎。等一下，搞不好还会用到对吧 ？OK， 这样就够了，好好玩的感觉哦。接着我就先回去主世界吧，再来就是做个烈焰粉跟中介之眼，然后来找一下中介的方向在哪里吧。往那里飞起来啊，按错了啊，爆开了，直接爆了哦。然后我想要顺便来打一下
突变怪物哎，看一下我现在的能力怎么样哦。哎，我找到了突变苦力怕，不过突变苦力怕好像不怕爆炸的效果哎。我找一下方向哦，等一下这边有一些小怪。哦，一下死，喂啊，没有效果，喂啊，对，剑的话没有伤害，再来是弓箭的话呢，对，弓箭也是没有的。因为他是苦力怕啊啊啊！丢小苦力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个绿宝石呢？绿宝石也是没伤害。那爆炸的绿宝石呢？啊，流星也不行。哇，这家伙有点强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来使用下一招好了，拿我的武器近战跟他攻击。我打一下22哎，然后他要跳起来之后，我就往外跑。哇，伤害超高。喂，最后一下 ，OK， 超级轻松。突变苦力怕被我当小怪打哎 ，OK， 哇。这样就解决了，太猛了吧！哎，这里有一只突变弓箭手，吃我的弓箭，爆炸箭，看谁才是真正的弓箭手啊 ！OK， 再一下，哎，好像差一下就死了。哇，这里是哪里啊？先拿我的箭飞起来，接着下来之后再拿我的弓箭打他最后一下。OK， 哇塞，轻轻松松直接把他炸爆了，尸体到处散落。哦，来吧！哦，怎么突然跑出突变苦力怕了？太突然了吧 ！OK， 有了。好的，那我成功到达了中介遗迹，再来就找一下中介传送门吧。哦，有一只突变僵尸哎！哇，来跟他打打看哦。打一下之后，哎，我好像可以直接把他打死哎，感觉怎么出生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啊？哦，死掉一次啊，太强了吧！接着拿我的爆炸弓把他处理掉好了。好哎。两下啊，会炸到自己，为什么啊？好痛好痛，还是不要拿爆炸弓好了。第二次死亡，然后再来是第三次哦，应该可以直接把他打死吧？会 ，OK， 哎，还没死吗？他还可以再站起来几次，浩克，你还能再站几次？告诉我啊，我看你有多厉害哦。哇，被我打死了，这武器好爽哦，有够强的啦！啊，真的好好玩哦 ！OK， 被我找到中介祭坛了，来先把这边的小虫给全部都杀掉，然后插上我的，怎么还在喷？中介之眼，这样子就可以前往中介了，对吧？那在前往中介之前，我再做一颗新的苹果好了，巨型苹果，吃了再上，哈哈，真的好大颗哦，怎么吃得完呢、啊？肚子都撑饱了，然后用我的铁镐这样子往上挖是可以的吗？哦，可以可以，太好了！哎，有突变安德哎、欸、哎，不过突变安德好像不会主动攻击我，但我可是会主动攻击你的！我到处都是突变安德哎、欸，超多只的，哇，还把我丢起来，他好像快不行了、欸，我感觉可以换个武器玩玩看呢、欸。哦，他用分身术了、欸，我来丢个弓箭试试看会怎么样好了，哇，一次就把他打回来了、欸。哦，死掉了吗？哈哈哈，瞬间解决、欸，突变安德，哈哈哈，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哎、欸。哇，下一个就是你的中介龙，先把上面的中介水晶打掉好了，这样应该射一下就会爆掉一颗。然后这里，再来是这里。哦，这伤害好像碰到中介龙也很不得了哎、欸。最后三颗，2、1，哈哈，坏掉了，中介龙，准备换你了，准备换你坏掉了。哇，炸一下就变这样子，那绿宝石呢？绿宝石打得到他吗？欸、可以、欸，绿宝石打得到哎、欸，这个好像比刚才那个爆炸还要好中，只不过伤害比较低一点呢、欸。如果是剑的话，伤害哎、欸，这边还有一颗没有爆啊。如果是剑的伤害，不晓得怎么样哎、欸。这样子，嘿，这个方向吗？没中，再一次，哦，中了。伤害好像还好哎、欸，不是说很高。OK， 那他下来之后，再来拿我的剑直接砍砍看好了。嘿，好像伤害也没有到非常的高的感觉，对吧？完了，等一下。OK， 哇，好痛，超级痛，差点死掉哎、欸。那我就直接拿我的武器这样砍吧。嘿，嘿，算了，换个方法。哇哦，巨型弓箭的威力怎么样，中将？最后一发 ，OK， 死了吗？哎，成功解决了中介龙，对，这就是巨型物品最强的世界吗？哇，好猛哦！话说这个金苹果好像很大，对吧？那如果我像这样子拿会怎么样啊？最后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哎，最大的物品好像是钻石剑，对吧？那如果我把两把钻石剑拿在一起会怎么样啊？哪里是格子？找到了，哇！我有两根好长的东西哦。